实在太多松鼠了，昨天抓了一只，今天早上抓一只，上午又再抓一只。我们放一点花生酱，还有 nuts 就放进去引它进来。哇，这么大的松鼠，它把我们那个桃子啊，一个一个袋子扒下来吃啊，好厉害啊！那个袋子，这些袋子都可以给它撑烂掉啊，它咬得很厉害啊，这种松鼠。现在把它送到森林那边去了。哇，它在咬那个东西了，它的牙齿都蛮厉害的。笼子之前有一个笼子都给它咬烂掉了。三天队今天这只第四只松鼠了。第四只，哇，在这里哦。哎，跑了去哪里啊？今天第四天，放两个笼子，两个都装起来。就是它可能从那边跳过来的。刚才还有一只在这里，想来偷吃都无法果，估计。因为这边没办法防它了，这些无花果。都掉下来。今天两只松鼠同时间放了。哎呀。这里还有一只。哇，跑得这么快哦。啊，在那边还有一只，啊，它挣扎在自己。哦，它不怕，哦，还在那里呢，跑掉了。哇，它还站在你笼上面哦，笑死了。哎，去哪里啊？跑上去咯。它进里面拿东西，跟门没有关。它不进，它很聪明啊，它没有完全进去哦。哇，吃得很开心哦。哇，两只手啊，捧着吃。在这里呀，啊！哇，走这么远了，啊！哎呀，太多松鼠了，我们家里果树快给它吃完了，估计两个在一起了。今天每次都跳过去那边，把它搬来森林了。这里很安静啊，不打搅人家了。